乡亲好，欢迎收看七点的暗夜新闻，我是纪丽丽。今天的头条新闻先向下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 WHO 致比菲，也期盼的时间是对营业二十四到二月初一。韩国到近本月，既然有包含美国、日本同巴拉圭也八个国家为我国来发言，因为台湾不应该本月排除到 WHO 以外。对呀，我有普表示请感谢请神梦。那我美国韩国讲到，对 WHO 无接到台湾捐的钱，而来对抗伊波拉的病情，这都请神梦。法院本美国司法部起诉，里头包含有几下天早起，头上一件物也得中枪二十三分钟，也再个引起全世界的注意。另外，行政院每位土亚产业营业代呢，来公布六支产品处理的原则，强调会有自身安全问题的同性产品，原则上是全面禁止，并无讲是由限定法律不准用听听。不过呢，是由中央机关禁用。另外，像国营企业还有地方政府也都还要继续讨论。为了爱全面防范非洲猪瘟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天透跨部会的防疫会议上来指示，希望有人客去参加旅行团，为携带一期的药品引来台湾，给旅行社爱付连带资金，经过就会本年发150,000元，也就引起旅游业千不满。也再讲出台加多位限托，其实并无强制爱检查人客行李的签字，给土友还可是有托台湾境内，等等爱接待人客听听。我用的放喺度做文咯。接下来嘅合作示范，先来关心南台湾嘅消息。2019屏东热带博览会今日正式开幕嘅，行政院长苏贞昌致函特别下南，俾阿伯为派20人按揭嘅法通揭开序幕。今年嘅延期有30公顷案发，总共规划嘅3D 飞彩天桥、农业科技馆，还有广告、龙头等27台主题区。爱民众看到屏东县结合的农业、科技同艺术的元素的。从亚博的公演前，苗国系台出。虽然讲去年台中市董事企业苗国太丰收，不过现在去年按社会量少加当多，就造成也个落台阶情形。还个今年苗国的产量就同去年差唔多，农民请期待政府做的拓展按小市场，安尼又好出货又好赚钱。做农民的当做的工业，文化部今日公布的第38届行政院文化奖的得主，是由请揭出的艺文界人士作家李乔同广西演员唐美云得奖。文化部副总张立群也和大天发同两个得奖者共恭喜。文化部表示，李乔用亲写实的风格写出人民的尊严、苦难，还有家头对土地的感情。请看天理桥和文学创作的空间，按算下来到5月初9会办颁奖典礼。桃园市杨梅天启当年正月初九会有南巡进香，另外正月十二发动妈祖游庄的传统，建桃地方风流传了渐渐的100年呢。不过先前是停办10年，为了同亚方传统传下去，今年杨梅气功所来主办正月班创意内力法通。世界的时代主题而延续两届的法通，希望透过攀岸神器请发牌的创意方式，本用媒体的民众做得强下去参加。流感疫情近来近厉害，上礼拜对流感患者的急诊人次提高了7.1%，对去年10月的多检，流感重症病例是也5年多检的新高纪录，累计确诊人次突破为10万人次。按算公演期间是流感的高峰期，为了避免像头摆公演期间急诊室人动多，疾管署呼吁大家最好也给针头严重的长途而去注意分流，未建议还忙住预防下的民众夹夹去做。除了公演呢，当地警察机关会同金融机构向下来演练防抢，警察机关结合侦查处去年防抢演练是全部攻下。本年讲表现良好的屏东县警局内部分局，除了年度金融机构案件都没发生以外，还得到校徽代表爱港校的奖牌。今年内部分局再过来演练，咪是做清港校，就像真实有当地民众还知道是真件发生呢。
亚伯的当道家庭都伫个太平所，不过康约斯个老人家加着恩养个神呢。苗栗县就有台天之光免费同康约斯个种植去减少家庭用电，避免会因着天线缺位发生物个意外。咪希望本一三年系个老人家，咪做得安心来供养。